ファーウェイ100面相海外編。最終話は中南米にある世界最大の川アマゾン川流域にある国スリナムから始まる。彼らはファーウェイ社員と現地通信会社の人たち。就这样的速度要跑要两个小时，对，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是吧？好开心哦，好探险的感觉，特别有意思。这个天是吧？对，还是很漂亮的是吧？对。那个吃人的鱼好吃吗？叫食人鱼，特别好吃。这个呢，他们就告诉我说，那个特别危险。说为什么危险呢？你站到里面，你身边就有食人鱼。对呀、啊。但是呢，你如果你的皮肤没破，它是没关系的，它是不会攻击你的。但是，如果你要身体哪划破进去有血，瞬间可能就会来一种非常非常危险。不费。非常好奇，自在过。This is Chinese music。中国第五大发明。ここはスリナムとフランス領ギアナの国境。没错，对。这是法国吉野纳。对，法规，法属维也纳。法属维也纳，对，法属维也纳。对。好近啊！去法国转一圈。对啊，那这边的人会说法语是吧？法语，那边是荷兰。对，荷兰。好神奇。Can you speak Chinese? I can speak Chinese. 会说中文。你是第几代？我是第二代。大家好，我叫 Yoni。Hello, 克莱达。I'm Yoni。Hello, good afternoon. My name is Yoni。大家好，我叫张永成。好吧。みんな Yoni。メヤモ Yoni。僕の名前は Yoni です。哇，すげえ。对吗？对，完全对。目的地に向かう途中、突然船を岸につけると、大きなものを船に運び始めた。これはファーウェイの通信機器だ。彼らはこれを持って熱帯雨林の奥地に向かうという。一体どんな旅になるのか。わぁ、船はいよいよ川の奥地。下面除了石头，还有树，还有一些撞坏的船都在前面。哇，下面全是石头，好危险啊！如果要浪再大点，快冲过去。对呀、啊，就是还没开始下的雨。是吗？对，最难的雨，五秒钟可以让你湿透。この雨での航行は危険なため、川沿いの小さな村に船を止め、一晩過ごせる場所を探すことにした。ここは廃墟となった学校だ。
六八达东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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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好 OK 六六你们是就在那边吗？我也里达州呀，还有就在那边。你们给我看看你们的房子。ここの原住民は一体どんな生活をしているのか。到了刚刚好，不然我们就要淋雨了。对，雨这么大，运气。OK。Very good。太黑了，他们这里6点还有电啊，6点还有电。哎，我们现在拍通讯的纪录片，你有手机吗？呀，一开始他们给啊，这个智能手机啊，什么时候用这些网络呢？Dan pemerintah dia telefon minder wan, you will cepat rebus bang. As a keystroom is, kalau awak as a telefon, ya lampu kayu udah, bring on to charge. 中国人开的中国超市，这么偏僻的地方，怎么回事？他们也应该有发电机是吧？那我们去中国超市看看。哇，真的有中国人？哪里？中国人 ，Hello， 你好，你好，你是中国人吗？啊，你好，你好，你好，太了不起了，我呢？啊，你为什么在这儿？啊，有人买走我就在这边住了。哦，啊，老婆孩子都在中国，都在中国。啊，把你出来看看。非常的神奇，特别神奇，这里能赚钱吗？这个赚。怎么说呢？也不很好赚。现在速度不值钱了，这个钱不值钱了。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市场太小了。这是做这个过路的嘛？那边这边船很多啊，是过路的。这边苏里南，你看我这边是华哥的，这边苏里南的。对对对对。我华哥不能开店了，我们都开苏里南这边。然后华哥那边跑到苏里南这边买东西，然后接着开到湖边了。应该要拍我住的。你住在这里的理由是什么？住在这里的理由是赚钱啊，赚钱回中国啊，赚钱不容易啊。你喜欢苏里南吗？怎么说？哎，是中国，中国好。苏里南は南米で唯一中国の春節を祝う国で、人口の約 10% が華僑だという。当地的啤酒。我在上报纸。啊。没事啊，没事啊，拿着。不，没事，肯定要买。算一下。没事。哎，拜托了，真拜托了。我们买给我们的团队。对。哎呀，难得来一次啊。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关系。什么不好意思？夜，私は地元のスタッフになぜこんな最果ての地域に通信機器を運ぶのか聞いてみた。就跑到这么远。然后搭建机站，是不是成本太高了 ？Because when you so far, you need to know what's happening in the world. We not only focus on the commercial side of it, we also focus on the social side of it. And these villages are really back in the interior. And as Tillisun, we want that every village, every Suriname citizen should have connectivity.没想到这么爽，摇着摇着就睡着了。对对对，哎，这挺好的。你音乐睡得更快啊。2日目、目的地が近づくにつれて川幅が狭くなってきた。哈哈，这个音乐，哇，好危险！为什么这么嗨呀、啊，那哥们儿？哎呀，
啊！哎呀！它这个隧道太窄，那边有木头，只能越地上。刚有个船旁边过，因为你看旁边就是那边就是木头，基本上宽度可能在2米多3米。对，它只能是那个先撞上去，然后再慢慢的调整方向。哦，这里有木头。对对对。我们去那个站点。要把这个东西运到那个站。对。那个吗？就是在云彩里面那个。在云里面那个。云里面。对。怎么去啊？没有路啊。没有，他会到那边会有个看路。到了。ついに目的地に到着。この村で大型の通信基地局を建設中だという。なぜこんな人の少ないところに？あ、这是中国超市。哪都有，我已经看腻了，是吧？老板你好。哇，你是中国人吗？肯定是。我不是菲律宾人。中国人店長曰く。この一帯は実は人が多いという。なぜならここでは金が豊富に採掘できるため、山奥で金を掘る人々がたくさんいるというのだ。アンテナを直接トラクターに結びつけて現場に運ぶ。世界のどんな悪条件な場所でも壊れにくいように設計される。咱们爬这个山。对，这只手。私たちは歩いて山奥へ向かった。怎么样？太好。是吗？太好。看起来好累的呀。看到希望。哪里？前方。啊！哎，那感觉还好远呢。那车来了。就我们的车来了。绝对豪华。Go！スリナムの首都パラマリボから車、船、トラクターを乗り継いで、すでに約40時間が経過。全是汗！哇，这是我们看过的铁塔中最高的。对，它这个是最高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是这边在山脉里面啊，它呢要选的位置基本上还要覆盖村庄，而且山的高度，所以它这边的塔的高度相对是比较高的。这它覆盖了大概多少个公里？应该在周边4公里以内吧。四公里，对。刚刚那个队伍可能下去搬东西了，所以他们那个东西这已经对已经拆了一部分，然后还有一部分下面就全部运输上来。熱帯雨林の奥地にふさわしくない巨大な通信基地局。現在従来の 3G から 4G にする工事をしている。是吗？我们那么累。可能说值不值得要看对当地村民的贡献嘛。他们说以前可能想买东西或是卖东西，就说这边受到团结都不知道卖到哪去。现在。YouTube、Facebook 啊，对他们改变还是很大的。这塔的施工难度还有高，对，这个怎么爬上去？关键是，对，他要把这一节，你看到没？一节一节用那个小车或者人要拉上来，好危险，然后再去建。所以他这一个建议，这建议是好多年。所以这些设备，这个铁塔也好，都是从首都搬过来的吗？对，就是我们走同一条线，在整个苏里南是297个这种，就是我们所谓叫五里塔，70%基本上都在丛林这样区域，基本上跟这很差不多。我发现了一个很可怜的一个痕迹，你看，对，这是他们破坏过的，看得出来吗？这个这剪的，这是他们破坏过的，对，啊，那边也有，这，对，就钻进去的，对，围起来发现，对，他们很多人为了钻进去，可能去偷柴油、偷电池，这是他们家里面可能经常用的，原来通讯那么不容易啊，搞通讯啊。其实，因为我们住在城里的人，都很伟大，不知道这个辛苦，因为理所当然的，有信号是必须的。他们刚讲了一个，就是信号可能因为这边的一个是这个，它是太阳能，你也知道，
如果连续几天下雨的话，他呢就没电了，然后呢他们就打那个电话，因为电话也打不通，他们爬上来时候拿砖头就把这个太阳能电池板全给砸了，把这个全砸了，对对对，全给砸了，哎呀，其实就是那个火上浇油嘛，雪上添霜，就跟你说本来就已经那个没有太阳已经用不了，他们都还是砸了，可能坏的时间更久。設置したはいいが、こんな奥地の村に 4G 通信が必要なのか。大家在这儿充电。他是世界杯，也不是世界杯，反正足球。我真没想到，这个亚马逊河在这么偏僻的地方，这么多人玩游戏看视频。我也没想到，是吗？我也没想到在这里会有人玩吃鸡，是吧？アフリカ編の時と同じく、私の疑問は間違っていた。中国の若者と同じように、彼らもサッカー中継に熱狂し、ゲームを楽しみたいのだ。世界の誰もが高速通信を使える日は、もうそこまで迫った。次に私たちが向かったのはアジア。人口2億を超す南アジアの大国、パキスタンだ。今天来到了华为的办公室，哇，拿枪啊！你看上面也有人，他是不是狙击手？这绝对不让进的感觉。这里也有。对，这是挡车的。哦。哇，看前面，后面。都要看是吧，刚才车进来的时候看车的下面有没有什么东西，是这个意思吧？对，应该是查车底下有没有什么汽车炸弹的。哦，パキスタンでは近年テロ事件が何件も発生しており、厳重な警護体制が敷かれている。私はここで働くファーウェイ社員を訪ねた。ハロー、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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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莹莹，哈喽，今天有什么活动啊？今天是我们的跑步活动。跑步活动？哎，对。如果那个不喜欢跑步，也可以打篮球。然后我们也准备了羽毛球，也可以打羽毛球。啊，是吗？请大家到这边集合，我们准备拉伸。准备坐，一、二、三、四、五。王莹莹的仕事は社員の健康管理。自由に外に出られず運動不足になりがちな社員のため、毎週スポーツイベントを企画している。もともとは看護師だった委員、コロナ禍でも活躍し2021年の特別貢献賞を受賞。正門前の大きな石碑に名前が刻まれている。And your mouth need to cover all his mouth.社員たちに心肺蘇生法を教える授業。You need to do like this. This hand, this hand. Then the finger up like this. Use your hand here. この授業は委員が会社に強く要請し実現したという。委員は中国の病院で仕事をしていた時、高額の給料をもらっていた。結婚後、ファーウェイで働く夫がパキスタンに転勤になり、彼女も仕事を辞めて夫に同行。その後、現地採用社員になった。那你在国外还有什么不方便的点？比如说，因为我也住在国外，在中国，不能一下子见到家人。家里面的人。对。比如说去年我爸去世了，因为我想立刻回去，但是要隔离啊，怎么怎么样啊？他最后去世的时候，我没见到他。去年我父亲也是。你的父亲也是。出
了，然后因为当时疫情非常严重，根本买不到票。嗯，我回去的时候葬礼都已经结束了。已经结束了。对，挺遗憾的。一样的，咱们是一样的经历哈。而且我爸是因为那个猝死，所以这我爸爸也是啊？是吗？所以我学习了嘛，那个我特别哇，我为什么当时身边的人没有学会这个？所以那个心肺复苏的 CPR 的知识，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对，就有一部电影里面他说的，人走了不在了，他其实不是真正的离开，只要有人还记得他，他就永远不会离开。嗯，我也是这么觉得。在巴基斯坦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其实在发洪水，但到洪水来了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この日は洪水に瀕した時、身を守る術を学ぶ授業。真剣に聞いているのはもう一人の主人公、陳耀斌。彼はこれから洪水現場に向かうという。走。你穿啥呀？防弹衣。对啊。那么危险吗？我把包放一下。这是防弹车吗？防弹车，非常厚实。是吧？嗯。你坐。你看这玻璃多厚。洪水現場の近くでは、中国人を狙ったテロが発生しているため、万全の警護体制を整える。え、おゆ。孩子。对，我小孩。Hello。Hello。来。要亮叔打个招呼。Hello。去年来我在印度那会儿，在那边待了一年多。嗯。他出生的时候，刚刚出生不久的时候待在那边，现在正好4岁嘛，4岁多点。Hello。哎，这是我老婆。哦。嗯。你担心吗？担不担心？还是会的，比如说安全啊，或者是隐私这一块。嗯。太卡。网不太好，可能这个高速上面湖，那还是我觉得通讯很重要。对，通讯很重要。这么偏僻的地方还可以视频聊天啊？对，我这个网络覆盖的还可以啊。对，还可以。2022年に起きたパキスタン観測史上最大の洪水。国土の3分の1が冠水し、復興費用は100億ドル以上だという。通信復旧作業にやってきた陳耀斌。まずは洪水の被害状況を見て回る。ここにはもともと町があったという。しかしこの時は船が唯一の交通手段だ。これは水没した学校だ。原来这边有多少房子？He said that the near there are 50 homes, small village. It is completely like that gone. 五十个。It is gone. Now it's gone, right? So small village of 50. 家はすべて流され、住民たちは臨時の難民キャンプで暮らしている。那他们以后怎么办？ The more forward.The areas were still in flood. 他们都是农民嘛，就 farmer 吧。我们做米田。啊，别别那些，别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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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通信の復旧だ。陳耀斌は早速復旧作業に取り掛かった。
This is Huawei, right? Under the water. Holy water. This is already destroyed, right? Yeah, this is what the water destroyed it. So now we replace it. This is the これは洪水発生直後に撮った写真。基地局の通信機器は完全に水に浸かっている。原来这个水位非常高，你看已经两米四，我的手里，嗯，对，两米多。那这是新的吗？啊，这个是新的，就刚刚搬过来。前两天刚恢复的，前两天，这是全新的，看到没有？全新的。復旧作業が始まった。今回被害に遭った基地局は。3164個。これと同じ作業を3164回繰り返さ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だ。私は被災者に洪水発生当初の様子について聞いた。没有通讯的话，最不方便的点。All people go to face to face。नहीं आया सरकारी हमारे पास, सरकारी तो डॉक्टर नहीं आया। आपका राबता किस तरह फिर?你这次重新认识了自己工作的价值的东西。我们这个工作确实对人们的这个沟通是非常非常影响非常大的。你抢救多一秒，很多人就因为这个和保住生命了之类的，确实是这样子的。因为应该的，通讯是应该有的东西。重要的东西没有的时候才能够感受到啊，对，原来是这么重要。对，就是你真正的去经历过这个事情的时候，才觉得它的重要性。对，平时可能就是别人说一说，你是感受不到的。对。最後に紹介するのは、今や世界経済の中心都市の一つとなった中東ドバイ。ここで世界最大級の IT 展示会 GTX が開かれた。ここでは。かつてファーウェイ100面相シリーズで撮影したことのあるテクノロジーがたくさん展示されていた。这个我拍过，智慧港口。这个我拍过，拍过。深圳机场。对，机场，拍过。かつて撮影した主人公にも出会った。あ、是。导演可以跟您拍个照吗？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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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终于来了，终于来了。今回世界11カ国を回り、ファーウェイ社員を取材して感じたこと。それは中国企業の国際化が想像以上の速度で進んでいるという事実だった。かつて日本を含む外国企業が最新技術を中国に持ち込んだのと同じように。今ファーウェイがその高度な技術で世界を変えようとしている。それは時に先進国からの疑惑や不信を招き、大きな壁にぶち当たるきっかけにもなる。しかし彼らはそれを恐れない。これからもあらゆる方法を駆使して壁を突破し続ける。狼集団ファーウェイがこの先一体どこまで突き進むのか、私はこれからも注目し続けたいと思います。